第八题，右图为吉他的六条弦线，且每条弦的松紧度相同，手指固定在每一条弦线的箭头所指处弹拨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老师上课讲过了，相同的材质越纤薄短小紧，或者是越纤薄短小紧细，它所发出的音调就会越高啊。选项 A 提的是甲跟乙，那么甲呢跟乙呢？乙比较细，甲比较粗，所以甲的声音比较低，乙的声音比较高，所以选项 A 的叙述是对的。选项 B 呢，问的是甲跟丁，那么我们发现呢，丁的比较长，甲比较短，所以甲的声音比较高，丁的声音会比较低，所以选项 B 呢是错的。那么 C 问的是甲跟丙，那么甲跟丙也一样，我们的甲比较粗，丙比较细，所以呢，丙的声音会比较高，甲的声音会比较低，所以呢，选项 C 的叙述也是错的。那么选项 C 问的是甲跟戊，那跟我们前面的甲跟丁一样，那么戊比较长，声音比较低，甲比较短，声音比较高，所以选项 C 呢也是错的。因此第八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若用另一只手手指分别按住甲乙位置，所发出的音调是按住甲时较低。